在派对演员快问快答，请问演员中最自我感觉良好是谁？他黄湘佑。黄湘佑。脾气最差的是谁？徐凌。谁的听音乐的品味感觉很不错？小芳。小芳。谁最有搞笑细胞？黄湘佑。谁最常迟到？哎，西西，对，刚刚没有来的，先给他，推给他。第一眼最想跟谁当朋友？徐信君。我选白小，他那种脸真的假的？演员里面谁最啰嗦？最多话应该是谢翔雅吧？哦，对对对，耶，就是他了。妙丽，他妙丽。对对对，很喜欢穿衣服。谁最闷骚？沈威廉，超闷。觉得谁怪癖最多？黄湘佑吧。怪癖？黄湘佑怪癖？为什么怪癖？我跟细伟都有脚趾头的怪癖。爆料，私密时间，对对对，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害怕小指头张开，就是炸，然后像有些人，就像这些女孩就会很张开的话，对，所以这边小指头，小指头，在派对里面，觉得谁可能会最强的人？我想有吗？我想有最强啊，无时无刻都在强。派对里面最想搭讪谁？我会选翔雅。哎、欸，不要偷告白哦、喔！没有，因为想勇想雅，傻傻分不清楚。耶！搭讪白乔，我觉得我喜欢他的那股味，哪个味？白味，巧味，白味，拆味，拆味，拆味。谁来排练穿的最漂亮？陈信文，陈信文，觉得谁跳舞跳最好？俊君啊，俊君，面面，其实蛮多的，大家都跳舞，大家都啊，我最好了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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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史上最顽强，点点。我今天没看到他，因为我就没有看到那个谁赢了。安妮化妆，那他今天化完妆，我就才吓到化，就变更漂亮了。所以想打沈腾。OK，whatever 随便。谁跟导演感情最好？小芳。谁会成为拆派对的焦点？好看。都会。讲自己啊，讲自己。好，那最后给我们一个拆 party 的感觉。4月1号到4月3号 ADD Showbox 电音舞蹈酒水，揪你的朋友一起来拆。